科学园区近年表现亮眼，为因应产业成长需求，行政院2016年起核定9个新设及扩建科学园区，新增4万个就业机会，年产值 1.8 兆元。2022年营业额更突破新台币4兆元，七年成长 80%， 至2023年就业人口达32万人，较2016年增加 5.5 万人，七年成长 20%。 此外，为打造永续智慧园区，每日供应逾5万吨再生水，废弃物再利用率达 93%。 2018年成立台湾科技新创基地，累计辅导909家海内外新创，募资达260亿元，并透过国际参展链接全球商机，打造国际级新创枢纽。今年快速崛起的生成式 AI 将成为未来各行各业突破创新的动力。2024年将启动晶创台湾方案，晶片驱动各行各业产业创新，奠基未来10年科技国力，立足半导体晶片创新台湾。